当马儿在马房无聊时都在干什么？给大家表演个后踢挠脑袋哈。真舒服。哎，第八套广播体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三。我来把舌头吐出来，凉快凉快。四，窗外的风景真好，让我来呼吸下新鲜空气。五，睡午觉。六，和邻居比试武艺。总有那么一匹喜欢找事的马。七，练练嘴技。咋样，兄弟厉害吧？八，锻炼下鼻子的灵活度。九，咬个铁练练牙齿。十，马儿喜欢站在角落里发呆想事情一动不动。十一，点头踢门。十二，算准吃饭的时间，然后把头伸出来变得兴奋激动，守在饭盆旁边。十三，舔舔盐块打发时间。真闲。